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两个生活经验，一个是我怎样通过改变饮食结构，把自己升高的胆固醇降到了正常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我怎么样用一种家常蔬菜治愈了困扰妈妈多年的糜烂性胃炎。我的胆固醇升高是在我尝试生酮饮食一个月之后，但是呢，这个胆固醇升高的原因，我其实并不知道它是否是生酮饮食本身引起来的，这个没有定论。因为很多我的同龄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这个阶段，都会有胆固醇升高的这个现象，所以呢，我并不想把我的胆固醇升高定论到这个生酮饮食上去，因为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关于这个生酮饮食的体验呢，我以前做过一个视频，亲身体验谈生酮饮食的利与弊，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看一下我这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中呢，我有很简单的提到我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把我升高的胆固醇降到了正常水平，这个完全是没有经过任何药物，只是改变了我饮食中摄入的脂肪的成分。今天的视频中，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降胆固醇早餐的细节。关于家常蔬菜的卓越的治疗效果，我前不久有一个视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用一种家常蔬菜，也就是大白萝卜，治愈了我爸爸和闺蜜们的食道逆流。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因大家的要求，我已经配上了字幕，方便大家把握内容细节。现在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降胆固醇的早餐是长得什么样的。两个水煮蛋，一杯豆浆或者是一杯坚果奶，还有一盘雷打不动的沙拉。不太习惯吃生冷的食物的人，或者是像现在是冬天，就我也是尽量不吃太凉的食物，所以我会把它放在温水里稍微泡一下，让它的温度回到一个我们体温的程度。这个彩椒是维 C 之王，它的维他命的含量比橙子呀、草莓这些都高得多，所以我每天早餐的沙拉里一定要放半只彩椒。为了避免早餐沙拉吃得太凉，还可以在生菜中搭配一些烤蔬菜。我的老板蒸烤箱的空气炸功能，几分钟就可以烤好一盘蔬菜。这样用温水回温过的蔬菜，再加上烤好的胡萝卜，这盘沙拉就已经不是很冷了。再加上一整只牛油果，半勺酱油，大半勺的意大利香醋，大半勺的亚麻籽油。为了增加饱腹感，我还会配一杯豆浆或者一杯坚果奶。这杏仁要用水浸十分钟，让这个水分进去杏仁里之后再一烘，它才会变得酥脆一些。坚果奶最好不要买超市里现成的，而是自己做，因为坚果富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是不稳定的，很容易氧化，而氧化了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身体是有害的。如果你买现成的坚果奶，你就无法掌握这个坚果的鲜度。自己做坚果奶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这个老板蒸烤箱蒸烤炸功能齐全，烤个坚果也很容易。这个选风焙烤，温度要设到350度。只要15分钟，又香又脆的坚果就出炉了。这样没油没盐又新鲜的坚果吃着才放心。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空气炸的功能，因为它比烘烤更快，更节省时间。8分钟的意大利香草三文鱼块，10分钟的香烤小排配蔬菜，分分钟就做好一顿控碳水的快手午餐。它的蒸和烤的功能都分工很细，烤有风焙烤和加湿烤。我用加湿烤烤的这块羊排真的是鲜嫩多汁。蒸的功能也非常棒，感觉很不错哦。30分钟，两菜一汤搞定。老板蒸烤箱蒸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没有水蒸气滴在食物上，所以你看我这个菜也不是湿哒哒的，这鱼盘里一滴水都没有。用鲜嫩蒸的功能，10分钟就可以蒸好一条鱼。自从有了老板蒸烤箱，营养烹饪真是快捷又轻松，而且没有烟。
它还有超强的自洁功能，让烹饪后的清洁也非常省事。这款高颜值蒸烤炸多功能的蒸烤箱在北美就可以买到，产品链接和折扣码我放在视频的文字说明栏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的降胆固醇早餐，一盘牛油果生菜色拉，两个鸡蛋是主食，一杯坚果奶，蛋黄是脂肪，坚果里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牛油果也是富含脂肪，而且这里边还加了大半勺的亚麻籽油，这一餐的脂肪含量差不多在70克。这么说有没有吓到你？很多人一天也吃不到70克，但是我的早餐基本上都在70克左右的脂肪含量。这样的高脂肪的摄入呢，让这一顿早餐的饱腹感非常强，可以坚持到中午甚至下午都没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误以为胆固醇升高就是因为摄入的脂肪过量，或者说摄入的胆固醇过量，但是现在这个早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作为常识，大家都已经知道吃脂肪并不会直接在身上长脂肪，我们身上的脂肪多半是来源于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过量的糖，而胆固醇本身2/3是由我们身体自己产生的，跟食物的相关性很小，甚至于它跟运动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说你在食物中减少了胆固醇摄入的量，增加了运动，你的胆固醇就会降下来。并且这个胆固醇升高究竟什么是健康标准，其实现在还是颇有争议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医学报告，他选择的这个测试对象，他们的总胆固醇的数字是超过医学普遍认定的胆固醇的标准数值的，但是这些人很健康，这其中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的比例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即使是低密度胆固醇升高了，但是高密度胆固醇也升高的情况下，这些人总胆固醇数字升高的前提下，他们依然维持着非常好的健康状态。所以关于胆固醇这一块呢，它其实还有很多人类的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呢，是很普遍的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50岁以后，引起动脉硬化的这个风险就是大幅度的上升了，所以它应该跟我们人类的加龄还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进入到更年期的这个阶段之后，很多人会胆固醇升高，目前呢认为是跟女性的这个卵巢的机能下降，女性荷尔蒙的分泌降低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我发现我的胆固醇升高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直接把它归因到生酮饮食上。胆固醇特别是低密度胆固醇，它是形成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这个原料。年轻的时候呢，新陈代谢旺盛，细胞本身它的更新换代也是很快的，但是到了50多岁，身体进入衰老期，那么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新陈代谢降低，细胞的更换减缓，所以用来生产细胞膜的原料的胆固醇这部分就剩余了，那么剩余的胆固醇就容易堆积在血管中，引起动脉硬化，多余的低密度胆固醇会沉积在血管中，提高动脉硬化的风险。而高密度胆固醇呢，它正是有清理血管中沉积的低密度胆固醇的功能。有一些学者他认为，即使是低密度胆固醇升高了，只要高密度胆固醇的比例足够高的话，它还是可以清理这些血管中的垃圾的。这部分学者他认为，不应该把高密度和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字分开来单独的去判断。人们通常习惯把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分为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其实它们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不管是高密度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胆固醇，都是我们人的身体必需的胆固醇，只有当它的平衡被破坏之后，才会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我的胆固醇升高的程度呢，就是医生建议我要非常注意，但是还不需要马上服药的程度。那么这个时候我重新反省了自己的饮食结构，因为在尝试生酮饮食期间，我的早餐一直是饮用防弹咖啡的，我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发觉自己胆固醇升高之后，我就马上停止了生酮饮食，调整了早餐的饮食结构，但是我并没有回到从前的碳水餐，我依然是严格控制碳水的摄入，只是我把生酮饮食期间摄入的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黄油和椰子油，
我换成了不饱和脂肪酸的亚麻籽油、牛油果，还有三文鱼。我依然坚持每天早餐以两颗鸡蛋作为主食。生酮饮食之前，我的早餐是两片面包、一个鸡蛋加一点蔬菜。但是呢，在开始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之后，我早餐的两片面包就换成了两个鸡蛋。鸡蛋的卵磷脂中有一种成分叫 choline。它的中文好像是叫胆碱，因为我学习营养学的时候，我全部都是用日文学习的，所以我其实对于很多营养学里边的专有名词，它的中文是什么，我不太熟悉，这个还是我在网上现查来的。那么这个 choline 它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用途。首先呢，它是有乳化的作用的，所谓乳化就是把脂肪和水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种作用，而且它的这种成分在进入到血管之后，它的作用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它是可以非常有效的溶解我们血管中沉积的多余的脂肪、多余的胆固醇，防止动脉硬化。鸡蛋在防止动脉硬化上边的功能是非常卓越的。第二呢，就是这个 choline 它是对提高记忆力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多吃鸡蛋可以提高脑的活性化，预防脑的衰老甚至于老年痴呆的。 choline 这种营养成分对我们人的身体机能是如此的重要，所以现在欧美的很多国家都为这个 choline 的摄入设定了一个标准数值，美国也是把 choline 指定为人身体的必需的营养素。美国的指定数值呢，是成年男性每日摄入的量是550毫克，女性呢是425毫克。那么一只生鸡蛋中它含有的 choline 的含量是250毫克，也就是说每天早餐的这两只鸡蛋它是可以提供身体必需的 choline。 几年以前，我记不得具体什么时候了，我曾经看到过日本的 NHK 这个电视台，它做了一个有趣的一个实验，他让两个体检胆固醇升高的中年男人每天早晨空腹喝两只生鸡蛋黄。鸡蛋黄本身它就是妥妥的油脂，按照过去人们传统的概念，就是说胆固醇一升高，第一就要把鸡蛋停下来，不要吃了。在我的朋友中，有些人早晨他可以吃好几只鸡蛋，但是他把鸡蛋黄全丢掉了，他只吃那个鸡蛋白。 NHK 这个实验呢，有趣的结果就是这两个中年男胆固醇非但没有升高，反倒降下来了。我们身体产生胆固醇远远高于我们自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多了，我们身体产生的胆固醇会减少，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少了，我们身体产生胆固醇会增加。我们身体它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自我调节这个平衡的作用。这两年日本它已经把食物中摄取胆固醇的上限取消掉了，过去日本推荐的鸡蛋摄入量是每人每天两只鸡蛋是上限，现在他们已经取消了这一条。除了鸡蛋的卵磷脂可以降低胆固醇以外，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样可以提高高密度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胆固醇的含量。所以现在我的早餐基本上是一餐就可以吃到60甚至到70克的油脂。我并没有按照我的专家医生给我提的建议降低我饮食中的脂肪含量，反而我一直在摄入高脂肪的早餐。很多人一定会问说，那吃多长时间可以把胆固醇降到正常水平呢？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我个人呢是改变了这种饮食结构，半年之后去测胆固醇的时候还没有降下来，但是1年之后再测的时候就已经降下来了。可是我也不知道它是在半年到一年之间的什么时候降下来的。总而言之呢，我觉得通过食物来改善我们的健康状态，它不是一剂猛药吃了立竿见影，你可能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身体它会自己来调整。当然药物治疗非常快，但我认为健康饮食是我们生命的健康之本。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每天正确的摄入食物的话，我想它对维持我们身体基本健康的重要性是多过药物的。第二个呢，跟大家分享用一种家常蔬菜来治愈妈妈的糜烂性胃炎。胃炎有很多种，起因也有很多种，我不是医学的专门人士，所以我也不去涉及探讨这个病因，我只分享
我给妈妈治疗她的糜烂性胃炎的这个个人经验，而且我也很坦白的讲，这个经验我只用在自己妈妈的身上，我没有在其他人身上做过尝试。但是我之所以为妈妈选择这样的方法来治疗她的糜烂性胃炎，我是有我的理论依据的。糜烂性胃炎呢，就是胃黏膜的溃疡，它比胃溃疡的严重程度呢要低一些，但是发展下去同样可以变成胃溃疡。我们的胃黏膜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它保护我们的胃不受胃酸的腐蚀。第二呢，就是它分泌大量的消化液来促进食物在胃里的消化。我们一餐饭胃黏膜分泌的消化液多达500到700毫升，正常人一天胃黏膜分泌的消化液高达1.5升到2.5升。我们很多人家都有这个量杯，这个量杯呢，它是到这里呢是500毫升，也就是说我们胃里分泌的这个消化液一天至少要有这样的3到5杯的量。糜烂性胃炎呢，它正是胃黏膜的溃疡。圆白菜中呢，它含有一种独特的营养成分，因为它是在圆白菜中发现的，所以这种营养成分呢，在日语中呢就直接就叫 cabbage。 还有一个名叫维他命 U， 维他命 U 并不是真正的维他命，是因为它起了类似于维他命的作用。 U 的这个字母呢，是来源于英文中溃疡的这个字头。 cabbage 呢，这个维他命 U， 它是对治疗溃疡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这种营养成分呢，现在早已经被提纯做成这个胃药，在日本呢就很著名的一个胃药就叫 cabbage。 如果你倾向于用药物治疗的话，可以去 research 一下这种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不是这种提纯的 cabbage 这种维他命 U， 而是直接从卷心菜本身中直接摄入维他命 U 来治疗糜烂性胃炎。卷心菜呢，它其实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水溶性维他命，但是如果你把它做熟了吃，它的营养成分损失是非常大的。最大限度的摄入卷心菜中的营养成分的方法就是生吃。我看很多网红美食博主的视频的时候，我经常非常感慨，有很多百万级流量的博主，他的所谓的健康饮食的视频中有各种错误，各种不营养的操作方式。我看了以后觉得真的是很替他们着急，觉得他们太耽误人了。比如说关于这个卷心菜哈，很多人是先切后洗，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因为卷心菜中的水溶性的维他命也好，包括这个 cabbage 也好，你这样切了之后再洗，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流失太多了。圆白菜生吃一定要整片叶子洗，洗好之后再切。你可以每天吃一点凉拌的圆白菜，但是呢，如果你为了要生吃圆白菜，每天要花尽心思去想怎么吃，其实呢，任何有负担的事情都很难长久坚持。所以我给母亲的建议呢，就是把圆白菜生着直接打汁喝，这样的话操作非常简单，你不用费心费力的去想每天的食谱。这个圆白菜的梗的地方其实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不要丢掉，因为反正打汁可以打得很碎嘛，所以你就直接放进去。但是圆白菜打成汁的时候呢，喝起来有一点那种生辣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里边添小芽苹果之类的，水果中的含糖量比较高。我建议母亲呢，不再另外添加任何糖分，就直接生喝。我今天的这杯圆白菜汁呢，是250克的圆白菜配250克的水，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的浓度更高一点，不是果汁而是 smoothie 的那种状态。圆白菜的保存呢，要把这个芯儿的部分切下来，用一个沾了水的厨房纸巾把它放在这儿，然后装在密封袋里。圆白菜的这种修复胃黏膜的营养成分，它不只可以治疗糜烂性胃炎，它还可以有效的防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那么我相信一定有人又要问了，说喝多长时间可以好呢？这个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那就我母亲而言呢，我们也不确定她是喝了具体多长时间好的，因为食疗它本身就是一个通过改善日常饮食习惯
慢慢的形成效果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妈妈也是喝着喝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了。结合我上一期用大白萝卜治疗爸爸的食道逆流的视频，我觉得有胃病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大萝卜和圆白菜两种食物生食结合起来。大萝卜直接生吃，它的这个酵素王的助消化的功能就很显著。我之所以跟大家介绍要磨碎呢，是因为爸爸和我的闺蜜们治愈了食道逆流呢，都是在磨碎的状态下吃，所以我就很忠诚于这种已经被验证了的做法。当然现代医学的发达大幅度的改善了疾病的治愈和人类的寿命，但我始终认为生命之本，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吃的食物来源于大自然，我们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就应该关注自己的食物。上次我那个吃大萝卜治食道逆流的视频，就有个别评论在下边说，你前面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就告诉我吃什么怎么吃就是了。我是不会这样做视频的，因为健康饮食它是要你有意识的自己去调整的，如果你只是盲信盲从，今天人家告诉你吃大萝卜治食道逆流，你听了不问所以然就去吃，明天人家告诉你吃鸡蛋会让胆固醇升高，你吓得立刻就不敢吃了，这样的盲从的态度，它不会给你的健康带来任何好处的。因为所谓的专家学者，并不是他们发表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之所以讲很多，是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